你真没希望了吗？这东西你放手，你放手。 陈麦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在上海没人教过你，这女人不该用强的吗？陈麦冬，哎，你就喜欢这样是吧？哪样？ 享受在众目睽睽下跟男人拉扯，但是别人给你拍照是吧？陈麦冬，你又犯浑是不是？没你浑。给我一个吻，给我炙热的双唇，一路浪荡，未知远方，等待大雨过后的晴朗，你就是我。 在男频没人教过你，不该对女人用强的。不是男女平等的，你能亲我，我就不能亲你。流氓。